一定要考验大家的是台语马会通，哎，很好，哎，每一队都有台语老师啊。对啊，像张姐跟卢芝谁的台语比较好？芝芝应该不是台语好的那个，因为我们两个有一起拍过同一档戏。对，我们两个就是剧组里面我们在讲什么台词，人家也听不懂的。没关系，好险夫妻两间分开，是，所以还是有其他资源。对，那像一正哥也是台语很厉害嘛。应该是我老婆说她以前每次在备课，因为她要上课前要备课，她都是听着我的戏剧在学台语。因为我每次在出考卷跟看书的时候，我的书桌刚好背对着电视，所以我都是听着他的声音在念书。哦，所以他讲希望今天你有进步。请抢答才可以按铃哦。好，哎，啊，第一组呢就是我们一正哥夫妻档啊， okay. 准备好了，第一题，请出题。请问台湾俚语“扣短给修脸”是形容以下哪一种情形呢 ？A. 家里很穷 ，B. 两人感情很好 ，C. 太胖裤子穿不下。扣短给修脸，请抢答。没有啊，老婆早上节目可以存私房钱，是。请问你的选项是？我答案是 A， 家里很穷。家里很穷，而且根本不需要其他两边队友的讨论，因为两边队友也只是拖累他。不要这么样。这部分，这个没听过，真的没听过。对，我以为是 D 耶。扣短给小脸，好。好 ，A 家里很穷，这个答案对不对？抱歉，答错。你在故意？一代宗师怎么会这样？他故意在让。不好意思，你们的机会来了。来哦，答案是 D。对，感情很好。哦。扣短更小脸，好到裤带都粘在一起，这样。两人感情很好，这个答案对不对？感情很好，恭喜答对。主要是我们两个，因为裤带就是裤头这边嘛 ，gap 小两，我们两个感情好，你走到哪我就跟到哪，是不是都会跟在这里嘛？对不对？尽量不要。对，举例，没有别人了。难道你要跟卢芝示范吗？没关系。你们看一下大家的反应，对，没不用。对，刚刚医生哥会觉得说啊，很穷，可能是那有我们讲很穷的时候会那种扣头嘎嘎俺呢，哦，就是家里面没钱吃饭，只好皮带勒紧一点嘛，不然肚子就不会饿了。对，但是我们是夹起有两啊，两个人粘在一起，对，形影不离。好的，我们换人抢答，恭喜任七一分。我觉得台语的俚语很有趣，可是好的字面下一题。请出题。比喻娶到了一个贤内助好老婆，会说几雷布卡霍三 A 什么什么什么呢 ？A. 观音座 ，B. 偷得座 ，C. 提供座。对，娶到一个好老婆啊，好过三个神明啊。那个神明是谁呢？请抢答。哎，卢芝啊，卢芝，你会哦？你要念出来哦。观音咒，这个答案对不对？抱歉，答错。不是哎，吉雷布卡喝啥？什么？我们的答案是 C， 七是提供咒，提供咒。C 这个答案对不对？提供咒，恭喜答对。就人家讲提供背啊，提供背啊，意思是说我家里有一个好的贤内助，好过。老天庇佑，对吗？因为庇佑是一个未知数，不确定，我们都说希望有保佑。可是你如果有一个贤内助是确定的，他就帮你把家里整理得很好啊，帮你打理一些生活大小事。对，但是最好就是有贤内助，还有老天爷保佑，对，相辅相成。是哦，好，恭喜魅力人夫一分，恭喜换人抢答，换人。哎，老师，请出题。在闽南语当中有许多形容妻子的词语，请问下列何者不是呢？不是哦。A. 醋奶郎 ，B. 昂姨 ，C. 茶北。好，不是哦，不是形容你老婆的哦，请抢答。好难哦，请抢答。亮晶晶，谁敢帮我擦北？来，全台湾的观众朋友，你敢讲？电视机的面头前的查甫人，你敢讲你某是查白？安尼，哪敢讲你某查白？你一
死人都没我。那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有点骂人，不好听的话，骂人，不好听。但不是形容老婆，是如果讲老婆，就是应该要离婚的。所以你的答案是？不是哦，不是，不是 C， 就是 C。C C C 这个答案对不对？茶杯，抱歉答错。茶杯。为什么要送分给我呢？我台语那么烂，对不对？那就是 B 了啊。B 安怡啊，安怡，这个答案对不对？安怡，恭喜答对。安怡其实就是灵媒啦，巫婆，房间的那种巫婆，有没有？她可以通鬼神，帮人家祈福、消灾或者是占卜。安怡，安怡呀，安怡，对，不是那个媒人婆那个哦，是媒人婆那个是红娘安牛嘛，那。出来了就行了啊，我们家那一个啦，啊茶北就是真的夫妻吵架的时候难听话都骂出来，其实是因为茶北这个女生很丑，是，对，就比较丑啊，然后就是你丑化自己妻子的一个说法，对啦，有时候吵架的时候，你这个茶北你讲啥，然后有没有茶北真的对，然后女生就会骂他说啊你碰到对面啊，这两个会我没来没去啊，不要互相伤害到这个地步，你吵架嘛，吵架嘛，对啦，相台语很好。我们小时候那种住透天的隔壁邻居都是吵出来骂给大家听啊，因为老公一边骂会一边被老婆赶出去，所以他会一边骂一边你现在就是整条巷弄的人都听到了，对对对对，好，恭喜魅力人夫两分，换人请答，下一题请出题，比喻门当户对，台语的谚语当中有一句得一门轰得离周公，请问得杀是什么呢？A. 秀才郎 B. 烟斗郎 C. 高义郎，对，第一个门风很重要，对，他祖先也重要嘛，那第三个他到底是要有读书的还是帅的还是这个人很老实呢？对，请抢答，哎，周林，我们的答案是 C， 勾一郎，勾一郎哦，勾一郎，那你一开始选他是因为以勾一勾一，不急啊，就正经哎，很正经、哦哦、正派啊，哦、对君子啊，对对对，当然，所以你们答案是勾一郎，勾一郎，这个答案对不对？抱歉答错。来，我就等你，你就等我。现在知道这个诀窍，就是让人家抢完，我再捡剩下。三去法，三去法。对，来，那你是秀才还是秀才龙？秀才龙。哦，这个答案对不对？秀才龙，恭喜答对。就是说他们家的名誉啦，跟他声誉怎么样？我说哎、欸，他们家是做什么的？感觉家里都很清白啊，还不错。然后第二个就是祖先呐、啊，也是等于说看往上看看长辈，看爸爸妈妈，看有没有门当户对，对，是什么样的人？那第三个秀才龙呢，就是说哎、欸，男生的才华，是，对，因为他有一技之长，以后才可以养家活口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学士啊，专长这一些。好的，我们这一回合呢，魅力人夫队有三分，水嫩娇妻队有一分，恭喜魅力人夫获胜。